从刚刚到现在吗？对啊，奇怪，算了，我忘记哪边没按。哇，如果高尔夫没录，那很好笑哎。这也还好啦。两车窗。保险杆。车轮，它是用什么？接车。这样，你们在设飞镖了？没有。你们没在设飞镖？来开车。没有人在开车。那你在干嘛？我在开枪杀人。他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。暗度陈仓。凭空想象，凭空捏造。就这样。邀请我们的三立，有你邀了吗？你邀他了吗？还没。哦，海鲜焗烤意大利面。我靠！再聚一家。哦，好帅哦！他的降下也太降了吧？你说悬吊吗？它是可以类似你有没有仔细看路上的车子有那种，就是那种八不是也不是八加九，就是有人会把车子整个往下掉，然后就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们觉得很帅那个，是悬吊啊，就是悬吊改的超级有敌，三 D 压的，哎呦，哎，现在引擎盖可以单独打开耶，哼，哇塞。好，好帅！载具门可以全部打开，升起。液压装置，赌一千，然后赌你也一千，能不能赌？欸，好帅哦！如果你没有找我开，我没有在的差事会那个，欸，他会直接把你踹出去，欸。比如说蛋局哦，不是，他会把那个把孟哲解除那个副手。哦 ，Cool man，嗯，我改一下悬吊，悬吊太低，哎呦，他这个是先决定谁先投而已啊。嗯，哇，这么准啊！他那三零一也不是五零一啊，不知道啊。好扯啊！哇，一八六，好扯啊，电影。现在才是麻烦的点呢，啊！哇哦，哇哦，你这样比我快还多啊！你看，厉害！哎，对啊，要结车才是最麻烦的点。那我看一下，最讨厌解标了。第三批啊！不管是游戏还是现实都是这样。哇，解标。这样为什么是单是九啊？你那边射到二十啊，那十九加哦，对啊，你射那圈是那边是一倍啊，好猛哦！哦，三倍是那哎，
对啊，三倍是内圈，二倍是外圈。对啊，那你刚刚射到外圈，射到黑色那个是二十啊？喂喂喂喂，哎、欸，差小。没有，我刚才不小心撞到麦克风了。所以你刚十九加二十，九加二十，三九是 OK 正常的、啊。现在二十嘛，然后内圈是三倍啊。接掉六九怎么接？好抖、哦。六九怎么接？二十三。二十二哦，二十二可以了，二十二还好，蛮好。六九你还好啊，你一个六。你做事，你做一标解标的时候一定要双倍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这个没有吧？这个有要求一定要双倍吗？有。对，我总是上头上。只要二的两倍就对了。二在哪里？考没有？对啊。好猛哦！好猛哦！我记得座位标一定是要截在那个，截在双倍的位置。哇哦！干，坏掉！哎，就先射180出来，我觉得就结束了。他不是有个右键，就好像只能按一次。哎呦！水啊！一样一六一啊！平分秋色啊！41啊！哎呦，一个四分，一个四分加一分，哎、欸，三分加一分两分吧。哇，又一直。对。哇哦，好扯。躲避啊。躲避。倒计。记得应该是吧？这不，这个应该没有要求要最后在哪？没有了，最后应该没有要求要双倍的。对吧？来啊！看起来那个热车改很久，为什么这边豆腐店那么改？我改完了。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在玩一把吗？我在跑那个下坡山。哦，哇！这车超滑的，天哪！我都会去用多久？啊，不是此起彼落刹车声。哎西！这样，你刚有听我讲话吗？没有，听到你讲话才你才有才可怕吧？对啊，你不要吓我啊！换你断线，你就喂一声。对啊，好，那我刚刚断线了。我刚刚是问说，我刚少来，今早来目击证据，我没走证据面没好友了，没人了。有时候我断线的话就是这样子，桥给滚，腰神。换你们要我吧。好，来三 D 幺。我刚是问说我要跟点一打还是跟汪汪打？哦，收费表。为什么打个战局，然后出来又不同？对啊，不是因为刚才你那个什么，你是从没有，我是进战局之后才那个的、哦。对啊，一样的啊。是哦，你有进世界战。对啊，所以他就跳歪了。好，不然我们俩，你的话我们俩不听。那我两个都要吧。为什么我不是设定那个吗？设定不会广播电台吗？没有跑出来啊！济公帮你开出来的时候会广播电台，因为济公想听啊。哎、欸，出人命哦！明明是 radio off， 竟然这种车子强制会打开的。不是，
这车子怎么会这么滑、啊？好啊，好呢。阿基，摇了没啊？摇了，摇了。我已经进去了呢，我已经进去了呢。我怎么这边没有？在，好、啊、就有人那个。哦，你是邀我两次，然后梦着没邀哦。有啦，有邀。好啊，好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又多一个邀请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点卡，一邀请，来吃。梦着梦着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知道，我听，我听，我听出来。你听懂了啊？听懂了，你听出来。没问题。哎呦，还是没有啊？有啊，你真的是在。还是我重开，重开好了。你重开好了。重开，重开。我先进。梦者已离线。可是哦，减速减超多的。那个车子干啥？我回去摇它看看。有了，摇了，摇了。这太大了。啊，机油啦，你这边没看到？啊？什么三 D？ 你是不是把邀请摇给三 D 了？没有啦，他那个已经到了，就没办法再摇了，这就搞。在附近而已。哎，啊，不是可以直接开进去吗？是我开错条路吗？哦，是从后面啊，这里啊。哦，真的，从后面。啊，鸡。不是说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咪咪，可以干嘛干嘛的吗？妹妹，前往顶楼，可以干嘛？观看试驾赛道。咪咪嘞，妹妹，哎、欸，可以吃鸡呢，笑死，妹妹。那边是那个秘密小毯，来进来了。只是啊，那个什么，怎么赢得那场那个赛车？他怎么没讲？哦，对哦，互动选单的江湖载具挑战。机能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其实可以都可以参考这个什么，它这个车具的改装的那个颜色跟配置，哇，那混的那颜色那么屌。阿林北的车子放哪里啊？
在那个洛圣都车距里面。来，先聊干嘛？要玩赛车吗？还是要玩一下那个 RPG 那个？赛车都可以。啊，三 D 耶。那你是睡着了。小丽，小丽，嗯，怎样？你要玩赛车还是要玩那个狙击枪的 RPG 的？狙击枪那个，狙击枪那个，再来一次，好看。对啊。对对对，这不能那个。这怎么这产生这么快？要玩狙击枪了、哦，狙击枪，狙击枪开打那个跑车那个，啊，可以。那机还有很多的可以玩啊！我之前想找一个坦克车打那个什么好几台高尔夫球车的。看一下中午明亮，那个五回合好了，不然每次一下子就玩完。摇了摇了，你看到？阿基，不要在那边讲。你要摇路人吗？没有吧，外挂怎么办？啊，是蛮很少的、啊，外挂就只好先退出去。基，嗯，我在抓痒，抓痒痒的嘞。抓痒痒。抓痒痒。哎、欸，啊、怎么又广播电台了？警察广播。哎、欸，阿弟弟弟，招得屁啊！阿女妖啊，妖啦，妖女的、啊。好的，我又点，我又妖一次阿基。啊，不然就是变阿基的啊。你不讲就会变阿基的、啊。这样子，如果每次梦泽先进来的话，就会配二比一哦。基，没关系啊，不然就我们让三弟独挑大梁，几千块斗了去啊。三弟本来就是适合独挑大梁的人。他可以装两个对了。对啊。好好，准备完毕，准备完毕。哇，如果这个凑满16个人玩，应该蛮好玩的。就车子不是靠狙击枪射爆，是被不是靠打头射爆，是被干爆。哎、欸，有我们先攻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吃在上面了、啊？哦，车子上面。没有没有了，那个只是让你那个开了，只是，哎，等一下他是出 bug 了啦，我们是不是不小心在下面了？没有，你在下面吗？对啊，我在。哎，出 bug 了吧？我们哎，哎，他怎么都在下面？怎么下？怎样？他是怎样？怎么？他是怎样？他怎么都在下面？What？ 哎、欸，扎一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个猪脚！哈哈哈哈哈！土猪脚！不是他出 bug 了，我不要用刀子捣死了，刀掉了。
没有刀枪，这狗拿刀子打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突然在下面呢、啊？奇怪、啊，莫名其妙。我刀子吗？来，我拿刀子。我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。你在上面的、哦，又好了。哎，有种下来刀一下，下来就死了。你根本上不下去吧？应该是会必死啊，因为那个高度啊。哎、欸，下我知道了，他这个土没做好。啊？他这土没做好，这上面是假的，没东西啊。哎、欸，是我开错吗？你这开错章了吧？这章吧？嗯、这张上面是假的呢，你等你们等下换你上去就知道了。好扯，好扯。是哦，你说是空的哦。你上去，等下换你们上去，你们就等下就直接下来了。你应该看就知道了。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原地出生在下面啊。等下你们知道了，等下你们知道了。我看到没东西，我他妈直接从上面直接掉下来，靠边。来，我看我等下直接看着你们掉下来。三，二。等还没死啊？哎、欸，子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在猜，可能是这次改版有动到什么编辑器的东西啊？应该是有不一样的，导致那个什么，那就直接按 ESC 退出就好了。我记得应该是可以。我看你们两个直接ESC 退出要去啊？哎、欸，啊，还是啊，用手机啊，用手机才退出战局。没事，我都按接受了。我看你们按继续哦，不然我又要掉下去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嗯那我要掉去了啦！哦，看一下能不能那个什么，在你跳下去之前玩退出战局。干！阿基，你要再摔死啊！拜拜！来不及啊！白痴！他这个只能继续啦，他没有其他的啦。哎、欸，而且刚好没有轮流输轮流赢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刚才你赢嘛，所以你应该会提早出去。笑死！我要看，来倒数一，等一下，知道自己会死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这身靠背。真的知道自己会死。哎、欸，我活着了，大白痴。哎、欸。不是你掉下去的时候要扭一下，会有机会踩到旁边的踏板。可是我刚才多翻滚一次，然后就死了。来，把你狗你扭一次看看，笑死！扭看，你往左或往右，你就稍微。跳一下，嗯，有吗？有成功吗？啊！我往下多拍一个，有啊，有到了，但是就下去。白痴，到底不知道什么？我往右偏，然后他就往前跑了。多按几次，割掉，过瘾啊！嗯，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？啊，管什么？我想看一下踏板的位置在哪里。白痴，没踩到。哇，白痴！结束了啦。阿梦嘴也没踩到。有啊？你有没有屁眼滚出来的？有个屁！烂死！什么叫做睁眼说瞎话？爽啊！